我跟左立太经常联系了，疫情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通电话吧。我们有时候会在网上面联机，还有他的爱人一起，就是我们三人一起玩一些游戏，这样玩你画我猜，很无聊的游戏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玩这个。我觉得包括像歌手的所有的这些歌手，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卓越的，作品足够的好，然后在舞台上有独特的魅力，他们才能上这个舞台。像花花也是，他第一张专辑写的是概念比较小，什么尘埃啊，一份小礼物啊，钟楼里的怪人啊，他把第一张专辑小的概念诠释好了之后，他就会想要一个大的概念，第二张就异类嘛，我管你，就会变得更加的狂野也好，或者说奔放也好，就和之前的不太一样。然后到后来他又开始玩说唱，一些 rap 在里面，他总在不断的变化，永远在追求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状态。包括当时比赛快男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他海选，听他唱歌，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声，这样的 vocal， 我觉得我没有听过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人物吧。我觉得我跟左立应该既属于相亲相爱型，也属于互怼型。如果说相亲相爱的话，如果我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多晚，哪怕是大半夜了，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就出来陪着我。如果他心情不好了，他告诉我了，那一刻我不在工作的话，我立马就会去找他。在我眼里，他永远都是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那个特别怪咖的一个小伙子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小，一直都是一个长大的小孩，然后有一些小臭癖，喜欢二次元的东西，总是喜欢拿着天文望远镜看你的外太空，然后去想这个世界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朋友，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啊！对啊，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，我都觉得哇，好美好啊！包括这次做来歌手也是一样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左立，我想找你来帮我一起，我们来做一首歌，然后我想放在歌手舞台上来竞演。真的想都没想就回答我，好啊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来？然后我立马就来。我说明天怎么样？他就立马就过来了，就是非常的很靠谱的一个兄弟。里面有一种是那个魂斗罗的那个战士出场的感觉，就是。挺像你一个人去打 boss 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得你唱，因为它是低的，这么低没有这么低，高。我先把这个旋律记下来。来试一下。你先来。不。如果我先唱你再进和声的话，你能记得进来吗？进。OK， 我先进，你从第二遍进。来。带走了，我就说要你要能进得来，唱最低的那个音，你就是你的第一个音。OK， 来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在高音区，所以说你很容易被我给逮捕。你试一下唱，我听下这个和声合不和谐啊？一二三四。
边最准？因为我听不太清了。后两边吧，其实这几边都还可以。